然后第二句，然后说你认为我们做错了什么？第三个，我们的行为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代表了谁？你来，大概就这几句话的话，基本上可以把这个人的他的心理的一些活动，或者他是不是自发的，还是说背景有人支持要他这样做的，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来。还有就是他回答，他愿不愿意回答你这些问题，还有他回答你这些问题的时候的那种就是说表情是回避啊，支支吾吾啊，还是甩给你一句说我就是喜欢骂，这我就是要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他可以这样回答。他如果这样回答的话，就表明他逃避你。他逃避你，就他知道，就是说他如果回答我们的问题呢，他就会漏更多的他的东西，他会这样回答。就那我们就知道他心里有鬼。但如果他只是一个真的被利用的粉红的话，他可能就，如果他是一个很纯正的，就是说很纯纯的粉红，他可能就会这样回答。他可能会回答说，你们这样你们身为中国人居然在海外做这些事，你知不知道你们是被别人利用了来攻击我们伟大的祖国我真为你们丢脸了。他如果说出这样一句话的话，无论他是准备好这样说还是说马上这样说的话，都表明他是一个已经中了毒的粉红。那我们就大概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判断。还有我们还可以问他一下，你背后的那些人是你的什么样的朋友？你们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很好吗？请你介绍一下给我们，你们这个组织是为了什么？我们也可以加入你们这个组织啊，或者你们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组织啊，就是让他能不能讲出一些所以然吧。